ज्ञानतिमिरं दस्याज्ञानञ्जन शलाकाय चक्षुर्मीलितं येन तस्मै श्रीगुरवे नमः वंशकौपाथरुभ्यश्च कृपासिन्धुभ्येव च पतितनां पवानेभ्यो वैष्णवेभ्यो नमो नमः जय श्रीकृष्ण चैतन्य प्रभु नित्यानन्द श्री अद्वैत गदाधर श्रीवासवि गौरभक्तवृन्द हरे कृष्णा कृष्ण कृष्ण ह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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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रा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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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रे हरे. So this is the deity of Ramai Pandit. 这里的神像是 Ramai Pandit 的。This Ramai Pandit is different from Ramai Pandit. 不过这个 Ramai Pandit 跟那个 Srivas Pandit 的兄弟 Ramai Pandit 不一样。Ramai 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There was a Ramai Pandit over in Mayapur. 在 Mayapur 那边有一个 Ramai Pandit， 但是这里呢是有另外一个 Ramai Pandit。Bagnapara， 这个地方叫 Bagnapara， 没有老虎。Bagnapara， Bagnapara 的意思是没有老虎，就是没有老虎的村子。以前有老虎打扰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把 Krishna Balaram 带到了这里。把 Krishna Balaram 带到这里之后呢 ，Ramai Pandit 跟他们讲。Then Krishna and Balaram. Krishna 和 Balaram 就安排。No trouble. 没有麻烦。No, what happened? There was a tiger coming. 因为以前有老虎来，老虎给大家麻烦。But Ramai Pandit. 但是 Ramai Pandit 在这里，所以他在崇拜 Krishna 和 Balaram。So the tiger came. 因此老虎来了。And came to Ramai Pandit. 来到 Ramai Pandit 的面前。He asked Ramai Pandit. 无论如何呢，他就跟 Ramai Pandit 说，给我 prasadam。And so the tiger got prasad. 于是这个老虎得到了 prasad。The tiger 然后这个老虎就转变成了一个human form， 人的样子，他成为了一个人。And then he explained what happened. 然后呢，就解释说，先前。He'd been a devotee.先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奉献者，但是他总是在批评其他的奉献者，他总是在挑奉献者们的错误，所以他总是批评奉献者。于是人们就说，你应该变成一只老虎，他下一世就变成了一只老虎。所以呢，他因为老是在批评奉献者，于是他就变成了一只老虎。而作为一只老虎，他总是到这里来干扰每一个人。然后大家说，你会一直成为老虎，然后直到你得到主的 prasadam 为止。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逍遥时光。Ramai Pandit 给老虎吃了 prasad。然后 Prasada 就再次变成了人，再次恢复了人体的生命。那么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警告，就是不要随便的批评奉献者，要非常充满怜悯之情，要容忍。如何避免批评奉献者呢？仅仅去欣赏奉献者们，要看到他们的好处，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坏处，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要看其他人的优点，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能听见吗？要努力去看到其他人身上的优点，总是看我们自己的缺点。那么这是有一个逍遥时光发生在这里。那么最近大概是15年16年之前，还有在这儿发生了一个逍遥时光，因为他们想把这座庙给拆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市场，我们进来的时候那有很多的小贩，他们想把这个建筑物给拆了，然后想盖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但是呢，庙里的权威不想让他们把这个建筑物给拆了，但是政府说，我们必须要把你们的这个建筑物给拆了，我们给你另外的一块地方，你们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拨给你们一块地。但是当他们想把这个
他们后来开了推土机，要把这个庙给铲了，结果这个推土机就动不了了，那所有的机器零件都不动了，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呢，政府的人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都明白，这一定是主，他不想让我们把这个建筑物给拆了。所以 Krishna 和 Balaram 就安排，他们想待在这儿，他们想留住这个建筑物。那么在这里呢，有 Krishna Balaram， 在那一边是 Revati 还有 Radha。因为主 Balaram 的妻子是 Revati， 而 Radharani 是主 Krishna 的永恒的伴侣，所以他们在那边，然后 Krishna Balaram 在这边。当他们休息的时候，下午和晚上，他们把这个神坛的帘子关上。在那个时候 ，Krishna Balaram 就在这边去，跟他们的妻子们，也就是跟他们的伴侣们住在一起。就是这边是神像，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庙，这个庙就是他们的妻子在的地方。所以这个逍遥时光发生在这里。主 Krishna 和主 Balaram， 他们总是在奉献者们的陪伴之下。So Lord Balaram, 主 Balaram, he is the elder brother of Lord Krishna. 他是主 Krishna 的哥哥 Kanai. Is the younger brother. 他是他的弟弟。Lord Balaram is called Balai. 主 Krishna 是 Balai. 主 Krishna 是 Balaram 的弟弟。Kanai. 那么 Krishna 弟弟叫 Kanai， 然后 Balaram 是哥哥，叫做 Balai， 所以，神像叫做 Balai Kanai。Pujari 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在有一本书上说，神像被称为是 Ramai Kanai。Ram Kanai， 就是 Ram 来自于 Balaram， 所以 Ram Kanai 或者是 Balai Kanai。这就是神像的名字，你们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神像，他们很好的受到崇拜在这里，有很好的普扎人们，他们做普扎，他们做饭做供奉。 Ramai Pandit 是在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之后的一个奉献者，他在 Mahaprabhu 之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代。对了， Ramai Pandit 他是 Janava Mata 的门徒。 Janava Mata 他在主 Nityananda 隐居之后成为了奉献者们的 Acharya。 那么尼天南的临在的时候他是阿查亚，但是在主尼天南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迦纳瓦玛塔便成为了阿查亚，他给大家启迪。所以 Ramai Pandit 便是迦纳瓦玛塔的门徒，但是迦纳瓦玛塔隐迹之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在 Kamyavan， 是什么庙？ Gopinath Mandir 在 Kamyavan， 他进入到了神像体内。那就是迦纳瓦玛塔如何从这个世界上隐迹的，他实际上进入了 Gopinath 的神像之中，在 Kamyavan。 因此 Ramai Pandit 他和他的门徒，他们只想住在 Kamyavan，然后在那个地方做服务。他就在想，我的灵性导师进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像之内，所以我应该待在这儿，我应该一直在这里服务我的guru。但后来呢，他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对，来自于神像的指示。然后他们在一个 Ghat， 在 Kamyavan 的一个 Ghat 沐浴，
他在那里沐浴的时候，这个神像就来到他的面前。Vrindavan 是这样的，你去挖地，然后可能就会发现在地底下有一尊神像，有很多很多的神像，有的时候就显现在那里，有的时候呢，比如说 Brajanath Krishna 的曾孙，他做了很多的神像。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人能够恰当的维系这种崇拜，那么也许是穆斯林们来，所以他们就把神像埋起来了，为了保护神像。因此这个 Ramai Pandit 他在沐浴的时候就得到了 Krishna Balaram 的神像。They didn't want to leave him, right? 他们并不想离开，他不想离开他们。He was already worshiping. 其实他已经在崇拜 Gopinath 了，但是呢？ Yeah, 是的，我们不应该背对着神像。现在神坛刚刚打开。What was the story? 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的来着？我给忘了。Oh. So.He was worshiping Krishna and Balaram. But these two deities, Krishna and Balaram, were coming to him. Gurudish, 本来他崇拜 Vrindavan 的 Gopinath, 但这两个神像来了，在梦中告诉他说，我们想去 Gurudish. We want to go to the place where we're going to come.我们想去在卡利尤伽，我们要把我们最仁慈的逍遥时光展示给大家。当然了，他们已经有逍遥时光了，他们已经有了逍遥时光，这是在他们显现之后。我讲错了，他们说哦，我们想回到 Gurudish。Krishna 和 Balaram， 他们在 Vrindavan。在 Kamyavan， 然后他们告诉 Ramai Pandit， 把我们带回 Gurudish。 我们想待在 Gurudish， 我们不想待在 Braja 这里，我们想享受圣名的 Kirtan， 因为 Krishna 和 Balaram 已经作为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和主 Nityananda 的到来过，他们举行了 Sankirtan， 就在这里，在 Mayapur。 他们想着这是最好的地方，有非常奇妙的 Kirtan， 我们想去聆听，然后在孟加拉，在 Gurudish， 所以把我们带回 Gurudish。 于是 Ramai Pandit 就回到了这里，在神像的命令之下把神像带到了这里。无论如何，过了这么多年，国王是国王造的这个很好的庙， Ramai Pandit 只是一个贫穷的 Brahmana， 他只是在树底下崇拜神像，但是无论如何也成了国王比较有兴趣，然后充满了敬意，连这个地方都变成了没有老虎的村，老虎不会再来了，没有老虎，然后这个老虎成了奉献者。所以国王在这里建了这么好的庙，然后呢，十几年以前大家想把这庙给拆了，结果 Krishna 不让他们那么做。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Krishna 会安排，他不想让他们把这个庙给拆了。有的时候 Krishna 给，有的时候 Krishna 拿。我们只需要去臣服于 Krishna 的愿望。主 Krishna 在这里很高兴。主 Shiva 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来着？主西瓦，
这个老虎他上一辈子在森林里崇拜主希瓦，就是当他批评奉献者的时候呢，同时呢他崇拜主希瓦。所以主希瓦，主希瓦受到这个 Brahmana 的崇拜。然后等这个奉献者成为老虎之后，没有人崇拜主希瓦了。主希瓦就待在森林里，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做崇拜。于是主希瓦就说，主希瓦告诉 Ramai Pandit，你应该让我待在卡奈，在 Ram 卡奈的旁边，或者是巴赖卡奈的旁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得到崇拜。那么那就是在一进门的时候有一个 Shiva Linga， 我看到了那个 Shiva Linga， 我以为就是在这个神像旁边，不是，是在这个庙的一进门的地方，专门有一个单独的希瓦的庙。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庙宇，这个庙宇更以这个 Gopeshwar Mandir 而闻名，不是以 Ram Kanai 或者是 Balai Kanai 而闻名，是因为 Mahadev 这个庙才出的名。就像是在 Ram Kelly， 如果你们去 Ram Kelly 的话， Ram Kelly 不是因为 Sanatan Goswami 而著名，是 Nawab 而著名的。 Nawab Hussain Shah 他非常的著名，在 Ram Kelly 不是因为 Sanatan Goswami 这个地方才变得非常有名，是因为 Nawab， 因为 Nawab 是皇帝， Sanatan Goswami 只不过是他的仆人，是他的秘书而已。所以在这里也是如此， Mahadev 更有名，而不是卡奈和巴赖。当然了，对于奉献者而言，我们对于巴赖卡奈更有兴趣，但是我们也会向 Mahadev 致敬，希瓦，我们也向希瓦致敬。非常有意思的 Lila 发生在这里。Okay, anybody has any questions? The windows, Lila. Yes. 这个庙呢，以前没有窗户。Oh, that's right. Yeah. There was the Muslim man.那么现在有窗户了，因为这是一个印度教的庙，所以他们不允许穆斯林进到这个庙里来。他们非常的正统，就像是在加格纳普里，他们不允许人们出生在印度教徒家庭之外的人进入庙宇之内。在这里呢，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印度教徒才能够到这个庙里来。于是有一个穆斯林，他想去看，他就是想看看这个庙什么样，他想看神像。结果这个人的愿望特别的强烈，然后人家就在墙上给他开了一个洞，按了一个窗户，跟那个人说，然后呢，就是当神像从一个地方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墙上的这个洞可以看到神像了，这样这个人就可以得到 darshan， 就像在乌杜比一样。乌杜比 Krishna 这是非常有名望的一座庙，神像呢其实它是会轮，就是说它会转128个角度，因为有的人他们只能看见神像的后背，所以有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穆斯林，但是这个人被认为出生低贱，他不能够进入到庙里，所以神像转过身来，转了180度，于是他们就让这个神像这样待着了。
因为是神像自己转的圈儿，所以他们得重新把庙给盖一遍，把神坛啊，就是说，都转180度，因为神像自己转了一，所以他们不想把神像转过去，所以今天你去看的话，那个神像是就是说跟原本待的那个地方已经转了180度。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像他从那个房间到另外的房间的时候，那个穆斯林就可以从墙上的窗户可以看他，所以 Krishna 是 Bhakti Vatsala， Krishna 跟他的奉献者们一起回应交流。即使你不是一个印度教徒，但是仍然 Krishna 会跟奉献者回应交流，因为 Krishna 是被 Bhakti 所控制的，不是被 Gyan， 不是被 Karma， 而是只有通过 Bhakti 才被控制。所以主 Krishna 很欣赏那个穆斯林的人的 Bhakti， 他的这种情感，所以这个人可以有对于主的形象的视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奇妙的逍遥时光发生在这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庙。现在咱们看一眼这个墙上的洞窗户。被柱子挡住了，大家能看到一点，就这个窗户。后边的这个窗户 ，Show them that window. So we'll go on. Okay. The next play. We're going to see Ambika Kanda. 我们现在去 Ambika Kanda。Oh, if you go to Gorinda Pandit, if you see the Shiva Lingas,对，那个是 Goridas Pandit 的庙，我们可以看 Goridas Pandit 的庙。我们去看 Goridas Pandit 的庙。Goridas Pandit 他是以主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一个伟大奉献者，非常非常依附于主 Chaitanya 还有主 Nityananda。他有非常特殊的神像在那里，他们是完全的主 Chaitanya 和主 Nityananda 的复制品。So will we get darshan? 我们去 darshan。So we have to go before 12 o'clock. 我们必须要十二点以前到，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吧，我们走吧。我们接着去 Goridas Pandit 的房子，看那儿特殊的 Gurneetai 神像。Haribo， 一会儿见。